我去，是真没钱了呀！我靠，100块！哎呦我去，真没钱了，这也太坑爹了吧！哎，我没事充个100块干嘛？我在手机上能直接充钱了，不能充了，那个机器呢？对，不是，这上面不是绑着公交卡了吗？啊，那你手机上可以直接充啊？贵吗？100块要充的话，只有。我没事充个100块干嘛？